清台好，欢迎收看十月二十号公司暗时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天的电话消息。嘉义给妈妈放生的十波婴儿，经过法医的判定，较可能是因为这营养不良、体重伤轻死亡的。有人伫这高铁的车厢放枪械的地条，警方抓到人，是一个查甫人，六查甫朋友无成功，怎用人的名来写字条？来看，因为脚踏好受伤，过来有名亚洲人的选手黄世旭，今仔宣布退休。先开始来关心的是第一家己第顶礼拜，第顶礼拜有一个这两个月大查甫婴仔熊熊翘起，啊，有智能障碍，这24岁妈妈甲伊个查甫朋友在囡仔送医病院了，人就失踪，后来人是有找到，啊，今仔经过法医的改判，确定讲这查甫婴仔是无外伤，啊，不过这体重伤过轻，那亲像是营养不良夭折。监视器摄到查甫婴仔二十四岁老母甲姓姓的查甫朋友对住的所在，慌慌公公甲查甫婴仔送病院急救，确定查甫婴仔到伊进前死亡了，失踪三天才被警方找到。为着要查清楚死亡原因，法医二十改判确定无外伤也无破病。该男婴身体外观并无明显的伤痕，那气管的部分也没有阻塞的物品，喉咙的部分没有出血，也没有压制的痕迹，初步判断并无凌虐的迹象。验过查甫婴仔出事两个月，体重是减少400公斤，若是验未出毒物，就可能是营养不良夭折。查甫婴仔话讲讲，因查甫囝是有一个姓姓的查甫人拐走。你困难来求社会局，也是讲外口的慈善机构到协助、到帮忙。嗯，未少夭折。嗯，因那是不罪过。两个人的刑事责任也过犹太检方调查，因过查甫婴仔老母被警方找到了，当日找无到一天，又过被这细心的查甫人带走。查甫婴仔话讲讲，因查甫婴仔本来是30多公斤，生到只干那剩20几公斤，希望细心的男主赶紧把查甫囝送回来。记者综合报道。那块是高铁传出有这恐吓的字条，第一这个月测试分别有民众伫这罗南上北的这车厢内面的变数，发现讲有恐吓要杀人的字条。啊，铁路警察赶紧来调查了，发现讲是一个查甫人，因为要录伊的查甫同学无成功，只能用这查甫同学的名来印恐吓的字条。查甫民宿的洗手台顶端放恐吓的字条，是和有民众伫罗南的637处高铁发现一张写着恐吓内容的字条，佮附一个苏姓女子的电话加地址。同一天暗时上北的列车嘛有一张，高铁公司赶紧报警，铁路警察找到苏小姐，发现原来是伊同班的同学吊钢坑的。啊，在追求同班的这个苏姓女同学，以及在追求啊，另一名女同学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而心生埋怨啊，因此啊假怨报复。警方透过监视器一个一个旅客去找，总算找到一个姓游的男子，先买票落南，搁上北的身影，直接去一大个所在抓人，就发现伊有印出恐吓字条的电脑档案，啊，搁有设备。男子嘛承认，家己是因为录未到苏小姐，才想要来报复。早在去年的11月，伪造淑女的名义制作了援交的字条的纸张，放置在某书局。今年四月，高铁发生过炸弹案，去年也有人模仿郑捷伫个高铁藏过恐吓的字条。即个有心男子嘛讲，是因为看到媒体报道，才想要来模仿。警方会以恐吓公众、伪造文书，还有妨害名誉，将伊移送法办。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来看这小高病，这疾管署近来公布讲，有一个查甫囡仔去这印尼巴厘岛旅游时阵，后一只有小高病狗啊咬着伤，这脚肚天白30多针，有闹赶紧来住这小高病有风险，都等个台湾了后，即马也搁住院的观察，因为这巴厘岛今年度12人因为这小高病来死亡，所以提醒乡亲，若去遐佚佗，一定要提高警觉。到东南亚旅游，爱隔离小高病危机。一个31岁女性，这个月11号到印尼巴厘岛旅游，想要到旅游景点海星庙，捡一只狗为后壁钓，造成倒边的小脚都捡到受伤。事后发现这只狗有小高病，已经随破散。那这女性嘛在当地紧急注射破伤风，加2针小高病疫苗。
伤口的话，据了解，大概最大的伤口有到2到3公分，然后另外大概在当地也缝了30几针啊，算是蛮严重的一个撕裂性的伤口。机关署表示，好个在介入性都要向家属讲，有天来进行医化，并无其他不顺快症状。啊，那伊在16号登来台湾了后，每天安排单一观察，并注射人类小高病免疫球蛋白，加第3针小高病疫苗。会继续追踪也健康状况，大概潜伏1到3个月会发病的一个疾病，如果发病后的话，死亡率几乎是100%，所以很需要做这个咬伤后立刻的一个伤口的处理跟疫苗接种哈。啊，那根据统计，今年到6月为止，印尼巴厘岛已经有17000人受到咬受伤，并造成12人因为小狗病死亡。因此，机关署搁一摆提醒民众，小狗病若是发病，致死率强要是100%。那是万不利扣到咬受伤，要赶紧注射人类免疫球蛋白，搁爱依照时间注射五针的小狗病疫苗，来降低发病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去到墓园佚佗嘛，爱注意呢。这是这高雄秀山动物园的大象在海石头公，甲人的喙齿来磕到伤了。这是一个查某游客10月7日含朋友去高雄秀山动物园参观，去到动物园内面的大象阿里用这片啊啃石头，怎啊啃到伤喙齿？动物园是来表示，这样可能是这象在喷水时阵无适宜，甲石粒石头喷击甲游客面。高雄秀山动物园发生像影片啊，弹石头甲人讲着伤的代志。这位来自台中26岁女性游客，伫国庆期间甲朋友到秀山动物园参观，行到大象区的时阵，被大象阿弟影片啊弹石头甲喙齿讲着伤。他们其实本身就会甩，有这个很习惯性的用这个甩鼻的动作，因为他们要将这个水啊，或是泥沙，或是他们的排泄物撒在身上，然后来防止这个蚊虫的叮咬。我不担心。那个东西或许是一个巧合，它动物它不刻意说用石头来丢人。像为片啊，会当皮皮，会当喘气，啉水吃物件，有当时啊清洁身体或者是算，也会向片啊喷水、喷沙，甚至喷家己的屎尿。对象来讲，片啊真重要。不过象是野生动物，所以动物园希望民众在参观动物园的时阵，尽量别去碰动物。当游客如果在参观欣赏我们动物的时候呢，不要有过度的一个太大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些行为，或是大声的呼叫。这边造成意外，像阿弟是72岁一只母的非洲象，重5磅，高250公分，在动物园内面的生活环境有将近400平方公尺。动物园为了要兼顾象甲游客安全，伫咧象园外口也搁有一道4公尺宽的安全区。兼顾伫最近也是出现游客去人象，或者是象向游客喷水喷屎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那款是这树林地检署侦办这发生动物园爆炸意外，只有起诉了活动的主办人卢中杰一个人。今天下晡，卢中杰在律师的陪同之下，是来举行记者会，讲了这迄阵发生迄天的现场的总共的些事项。伊来强调，讲发生动物园含有合作关系，应该爱做伙来承担责任。每讲一段话就行礼会失礼。伫咧八仙爆炸案中，唯一被起诉的玩色创意负责人卢中杰，21号开记者会，讲代志发生的经过。伊讲，迄天已经要求收回彩粉，甲用夜光颜料。不过，伊的好朋友一位姓沈的合作伙伴，如果叫员工把彩粉提出来喷，把色粉放到前面去是他做的没错，然后指挥工卢生去喷洒的也是他没错，他说是受我指使。大家都不是故意的，你也不是故意的，可是事情就是发生的，家属要的就是一个真相。卢中杰讲，伊迄晚差不多7:20就离开去看铁场的路线，8:36知影消息，遂赶返去现场处理。尾后才知影彩粉是伊的朋友摕，本来想要将责任担来，结果看到起诉书，发现新北市八仙乐园甲伊的朋友拢将责任撒甲清清气气，也批评检察官无认真查案，也强调家己甲八仙乐园事后的对话拢有录音。第一时间大家都在切，大家都在推，家属怎么办？即使起诉了，有这么多的证据，检察官完全不采信，调查也没有那么的认真。一个我随便一分钟就可以查到，根本就不是跟现事实的状况一样的东西。分红以及安全维护这两个点，是不是还只是房东？还是其实我们双方必须共同来承担，共同来面对？律师也讲，
起诉结果确定不利伤者加家属的民事赔偿，建议检方搁再斟酌。卢中杰也质疑北县甲新北市敢讲真正无责任，同时也讲家己未逃避责任、未自杀，会负责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正有名的长虹英资跳票啊，除了可能影响到这高铁分林站加这啊高雄的轻轨了后，起码连主办公这个月底要完工的这台北市北投树林科技园区的专案主体啊，确定讲有问题了。有民众就请补办公动车时是配合市政府征收，让人分配到专案的主体，起码这间建设公司对啊，阿要找谁来突出？铁厝厝顶内底用茶帮隔开，伫漏水的所在，敢若先用篷布来挡。台北市北投区周美丽因为有未使起厝五十年的规定，厝有状况嘛唔敢翻修。你只要一去动，被人家检举的话，你这边就是违建，违建的话他就被人要拆。虽然未使起厝，经台北市长郝龙斌推动北投树林科技园区，煞决定征收附近的土地，嘛伫咧边啊来起专案主体，居民拢爱带入去。想袂到承包的长虹营造跳票，这个月月底确定无法度完工。工程延长吼，所有利息拢算在咱的身躯，因为起这厝钱是甲市政府甲富邦银行借的。厂商倒闭啊哈，其实我们也无可奈何。但是我们尽全力啊哈，就是我们就是要继续重新发包。那我们预计啊，大概四个月啊，可以找到新的厂商。640户居民内底本来就有真侪人不满征收的条件，即马又搁爱延后一年来完工，贷款的利息虾米人来付？无答案。居民来到工地现场抗议，要求专案处理，那么就要去市政府头前澄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朱立伦，今仔是正式请假参选的第一天。今仔接受这啊广播电台专访时阵表态，讲总统呐败选，伊一定会辞党主席。另外，风声讲伊伫个选战的最后会用这是新北市长来做催票一手段，伊是否认讲伊绝对袂安尼做。相对来讲，至少是我从政最大的挫折。朱立伦请假代志参选第一天，被媒体的报道朱立伦心情破散。朱立伦一透早就上两个广播专访，讲家己真委屈，甚至嘛表态总统若是败选，一定会是党主席，而且嘛未选到一半就宣布要请辞新北市长。只要总统败选，我一定辞。总统败选一定辞，国会就算过半。总统败选，我一定辞。你再不发誓，大家认为你可能真的会到最后改变你的做法？不会。因为事实上，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把所谓的辞职当作选战的一个筹码。和各方批评心情破散，朱立伦讲已经艰苦，阿公的关系对完结到冷战，嘛希望留言抹黑到伊为止，卖伤害伊的家人。同时，伊嘛不要和对手得力算，批评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讲不清楚。你现在只有跟我说维持现状，那我就问你嘛，你是维持马英九的现状？还是两国论的现状，还是陈水扁时代的现状，你只要告诉我啊。另外，朱立伦已经真侪个指出，立法院长王金平继续做不分区时东来共识，中常会后礼拜就会提案来讨论。朱立伦嘛澄清，马总统从来都无讲过无要让王金平来选总统，相信总统嘛会尊重中常会决定。但是王院长知道很多的中常委，有这样的一个提案，他也是尊重中常委，所以马总统不会是一个主力，马总统一定是尊重。王复兴会来抗议吗？这个一定要尊重常会的一个决议。朱立伦嘛答应讲，竞选的经费一定会公开。今天佮特别看 AIT 的处长梅建华见面，为访问美国来做准备。传出访美的时间可能在美国11月刚问者假期进前，看美方官员见面的机会较悬，而且规格嘛未比蔡英文访美的时阵佫较低。唔过到底敢会去美国？朱立伦讲，爱看伊的选战步调，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朱立伦代谢参选，这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认为，重点是朱立伦对着新北市的选民无尽到伊应该爱尽的责任。啊，对着朱立伦来提着讲，这那民进党执政可能会伤害到中华民国。蔡英文是来强调讲，唔通怕这恐吓牌，也无只有会造成百姓互相的对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20号下晡到台中出席全国基本会蔡英文国务团新大会，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代志参选总统代志，伊表示朱立伦是台湾人口上济第二市长，这摆代志参选总统是台湾民主选举以来头一摆看到。我想，重点应该是他曾经对他的选民承诺过什么，
那他对选民的期待跟选民的付托有没有尽到他应该要尽的责任啊？我想这是现在外界对他质疑最大的地方。蔡英文认为，台北总统大选，也就是总统选举，各政党拢会动员家己上台力量。啊，不过伊希望国民党伫即摆选举内底，对经费甲做诶思想，会当向外界清楚说明，才会当互民众认同，这是一场公平诶选举。啊，若针对朱立伦讲到，若是民进党执政，有可能伤害中华民国，蔡英文强调，卖对人民来拍恐吓牌。我们希望哈，我们的人民可以在两岸问题的处理上面。能够是一个团结的处理，那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选举中去创造人民的对立，甚至于使用这个恐吓牌。蔡英文表示，朱立伦前几天才说要打一个不同的选战，算是照国民党打选战做法，若是继续打恐吓牌，那对处理两岸关系会限缩空间，同时也造成民众之间对立，这对中华民国对台湾都是一种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前面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今日就发表伊第五期的竞选公告，透过这变装和真正目睭看无人，行伫这台北街仔路，感受到这有障碍朋友因的生活的需要。宋楚瑜也表示讲，这心看无比目睭看无更加可靠。戴红目睭的乌目镜，阿七波变装成视障者。前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加真正视障者旅馆，伫台北街路走藏。这是宋楚瑜的第五期竞选公告：眼盲与心盲，排除那个心盲，找回我们的眼睛，找回我们能够看到台湾愿景的那个方向，我们有这个责任。公告启动时阵，阁后天，宋楚瑜表示，透过这个拍片，伊了解到弱势族群需要，不是同情，是平等甲尊严。认为政府应该爱帮助民众解决问题，所以进行流行口号维持现况，应该爱变成改变现况。本人要改变现状，我要改变政府无能的现状，我要改变人民求助无门的现状。我要改变人民无奈的现状，我要改变那些财团垄断的现状。同时，宋楚瑜也强调，家己最近去各地看到真侪所在，拢需要政府改进的问题，所以选举袂使变成哪里恶斗，人民有权利用选票来决定台湾的未来。记者从台北报道。今日洪泰即马拒绝，即马刷了正班，而且也阁继续伫监狱，这样可能伫个要挖台湾的时阵，已经变作是历代性的高气压。啊，即气象局估计，即东部地区甲北部地区，对明仔载开始会一直落雨，落到拜六。天台拒绝以每点钟五到六公里的超慢速度向东行，未来有可能转东北向台湾东部的海面挖近。不过因为伊的强度阁一直咧减弱，暴风圈嘛继续缩小，无排除减弱做热带性低气压。气象局拜三暗时到拜四透早，可能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是热带性低气压特报。它的移动的方向比原本预估稍微偏东了一些些，所以假设以这样路径要发布海上警报的时间，则会落后到明天深夜到后天清晨之后。气象局表示，拒绝上北的路径嘛，有可能各向东偏。不过无论是唔是要发布海上警报，拢会甲东北风产生共伴效应。东部地区拜二开始就会落阵雨，拜三到拜六，东部啊个有北部部分地区嘛，拢会落大雨。明天在这个轻度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云系，加上东北风的影响之下，整个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和北部地区将是下雨时间长，而且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地区的天气。除了落雨影响，气象局也提醒，东半部、北部还有恒春半岛、加西南部沿海、加绿岛南苏，随风台愈来愈挖近，海边啊嘛可能出现长影，嘛会吹九到十级的强阵风。记者林平如、郭俊林台北报道。相信讲，对于明年五月开始，这健保卡也会当提来报税，这是财政部和卫福部要合作解决相关的问题了。民众只要准备以后，这健保卡加读卡机，就当透过了健保卡网络报税了。
就是这张健保卡，唔呐看病时阵会当用，以后也可以当提来报税。财政部甲卫福部合作，解决法规资源伫各层面的问题，认为技术可行，因此上紧伫明年五月报税时阵，就当用健保卡来做凭证，透过网络申报综合所得税。如果要采用健保卡报税的话，首先必须在健保署的网站做网络的一个注册服务，预计明年度可以增加健保卡这样的一个服务。健保署讲，伫明年网络报税时阵，民众会当伫咧四种凭证内面家己选一种，包括现行的自恋人凭证、金融凭证、身份证统一编号加号号，一个新增加的健保卡认证报税。民众伫咧报税进前，只要传好健保卡加读卡机，上网完成注册了，就能进行网络报税。如果说用健保卡的话，大家不用去申请那个自然人凭证嘛，就不用再跑一趟国税局啊，是很方便的事。在网路上就可以，应该就可以做付款，还有就查询一些资料，就不用再跑到实际的地方去了。健保署强调，今年健保卡已经新增加个人健保网络服务，加入健保卡加密码的认证机制，会当确认使用者的身份是本人，无资讯外漏的疑虑。就健保卡增加报税功能了，也让民众在咧报税时阵加一种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名亚洲恁的选手黄世旭，因为这卡达夫恶化，虽然还阁想要拼明年的巴西奥运，但过卡真正是袂使啊，人有那40岁啊，伫今仔日宣布伊要退休了。民国79年10月20日，亚当国手黄世旭第一遍亚洲恁，迄当阵伊才15岁。25年了，同一天，伊伫全国运动会宣布要退休，忍袂住现场哭出来。79年。参加过八届全国运动会，总共摕到6遍的金牌，黄秀淑今年40岁，是台湾年纪上大的亚当选手，捌摕到1997年釜山东亚运的金牌，2010年广州亚运第5名，2010年伦敦奥运第7名，去年连串亚运摕到铜牌。不过最近伊正卡的卡道夫贝克囊肿恶化，只好伫参加完今年的全运会了，宣布退休。放得下是。要相当大的勇气，真的，对我来讲，因为这25年来，我从来没有说出放弃或是很泄气的话，从来没有。一般亚当选手的退休年纪差不多是32岁，严格黄秀淑伊战斗意志真高，正卡的卡达夫受伤进前，还阁想要拼明年的巴西奥运，严格真可惜，卡伤甲年纪，让伊不得不离开。这么伊依然是女子60公斤级的两股天股综合，一个女子75公斤级两股顶四项的全国纪录保持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国政府部门阁传出有这骇客攻击的事件，即个受害是这中央情报局局长。纽约时报来指出，这是一个高中生，里面甲这 CIA 局长的私人电子信箱内面有哪一寡这机密的资料公开伫网络。这报道来指出，一名讲不满这美国外交政策高中生表示，已经里面甲这 CIA 局长的私人电子信箱啊，内面藏真侪机密的档案，也佫有真侪惊这个人行动监控的调查书。伊来调查，伊来强调讲，伊唔是穆斯林，啊，伊也佫来摕到这個国土安全部长的网络消息。那这报告真正是事实的话，会乎这 CIA 真歹看。已经停了一年外，这两岸离散的家庭的免费活动啊，这一届的第一推出96家庭啊，就是南韩这边的家属，今仔开始在这北韩这边遐，含已经离开50名的亲人，会当团圆3天。真侪位韩国各地关系集合地点民众，先在东华江原道树草市的韩华度假村，准备各种要送给北方亲人礼物，并办理通关手续。另外，位搁较我近38度线的高雄镇，坐交通车去金光山，画面中会当看到有真侪老大人都爱坐轮椅，才当参加这摆活动。韩国媒体报道指出，比起往年，今年参加的老大人平均年岁搁较悬，搁有2个临时因为健康问题来放弃。
啊，不过老大人想到会当甲分开几落十年的亲人来见面，迄种幸福、伤心的复杂情绪，是无法度讲会出来。우리오빠는83세시고나는77세예그래서이제어제저녁에또두시까지밖에못잤어요그래서보고싶어얼른보고싶어아65년만에만나니까그기쁘지전에그저어렸을때놀던그상상기록도다그떠올리면서为伊生还两千年南北国峰会以来，两韩已经经过十九摆离散家庭的团聚。啊，不过顶一摆伫去年定位举办过后，因为北韩三不五时文攻武汉，和这项活动停止达到二十个月。路透社引用韩国方面统计，目前南方差不多66000个离散家庭的成员伫排队等待参加团聚活动，因为大部分人年岁已经真大了，韩国政府都烦恼。老大人等无看亲人一边，就放心了。安那平壤当局嘛，想要利用这款团聚，得到对内对外宣传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天气，伫北部地区温度是23度到28度。伫中部地区温度是24度到30度。南部地区温度是23度到29度，在东部地区有落雨，温度是21度到25度。花都朋友，金门马祖温度是21度到28度。感谢乡亲的收看，咱再会。都是在第三节的车厢南侧，啊，发现了、恐吓杀人的字条。啊，一名男同学啊，游姓的男同学啊，等人设有啊重嫌。根据我们的了解，啊，嫌犯是供称啊，他当初是看电视的报道啊，有关啊类似的案件啊，因此给了他的灵感。啊，他所督导的三个单位啊，都已经是不敢上公文了。那甚至他室里的同仁呢，甚至跟我讲，那么如果把公文送到他那边，有如羊入虎口。讲啊，很少啊，多了不够用啊，一个月20000多一点点哈，2万出头。我们并不会把一定的什么样的内容一定会放到什么样的级别，还是看他的整个的剧情需要。12岁可能国小刚衔接国中，那我觉得思想上可能有点差距。加你重遇之后，我才发现从以前到现在我根本没有办法忘记他，所以你不想再继续跟我过下去了。我承认我很内疚，我越努力你越辛苦，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原来这些年我们都在忍。周一至周三晚间9点，16个夏天，就在公共电视。人一定要有某种狂热，艺术也是一样。皮卡丘才会讲说，画其实他自己有他的生命。受制于在这里埋没自己，你知道吗？